各位全国投资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我是高献荣。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五月十四号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好，那我们看到台北股市大盘指数今天再拉高，涨了九十三点上来。那今天指数会涨？ 当然，跟一档股票，我想很多投资朋友都很关心的红海有非常大的关系。那红海哈、啊，在这两天假日时间，哎、欸，发布了一个重要的新闻，是在他创立这二十几年来，首度的要发出进行所谓现金减资的一个动作。 那总共呢？减现金减资这次是两成，也就是要发两块钱的现金给这个啊股东，再加上配息也要配两块钱，所以呢，总共要发四块钱的现金给股东。哇，大家听到真好哎、欸，又有现金股息可以拿，又有这个啊现金减资再个两块钱。哇，这地方大家都解读哎、欸，这是一个利多嘛。 对不对？那所以今天台北股市看到红海一开盘就跳空走高上来，股价这地方开盘九十块四，收盘涨四块钱，收在八十九块的价位，那也带动大盘今天拉高上来。可是我们先来仔细研究一下。 那这次红海要发两块钱的这个现金减资，再配两块的现现金股息给大家，真的是一个利多吗？好，我们仔细来做研究。那当然减资有它的好处在，好减资发还的现金，因为它不算是股息，好，所以呢，它不用科所谓的一个所得税啊，也不用呢这地方缴什么补充健保费，这是它的一个好处在。但是对股东来讲，除了这个之外， 有真正的这个大获利出来吗？第一个先提醒大家，看似利多的背后，其实它透露出来，你有没有注意？实质的股利在大缩水，也就是你看到，诶、欸，虽然发了四块钱给股东，其实我会跟大家讲，红海如果不做减资，它本来就应该发个四块钱，哈，起码。为什么这么说呢？来，各位投资嘛，这是过去这几年红海的获利跟配股配息的政策。 从二零一四年那一年赚了八块八，配现金三块八，加上五毛的股票股利，总共是多少？四块三，对不对？那二零一五年获利最好，EPS 达到九点四二，那一年配了四块钱的现金股息，加上一块钱的股票股利，总共五块钱。好，那再来看到二零一六年，好，这个 EPS 是八块六，也配了多少？ 四块半的一个这个现金股息，但、啊、就是去年就没有股票股利了，但总共加起来是四块半。换句话说，你看到过去三年每年都至少拿出一半的一个获利来配股或是配息，回还给股东，对不对？可是今年呢？啊，这个去年 EPS 是八点零一元，如果说一半的话，应该要拿四块钱出来，结果呢？结果他总共现金股息只发了两块钱给大家。 好，那股票这次没有。换句话说，看似好康，你有没有发现实质实质上的一个股利，它是大幅度缩水。好，那这另外两块钱，它不用现金减资的，它不用这个股息的方式发，它用现金减资的方式来发。那对股东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好，我们这么讲好了。如果说你现在有红海的投资人，到底有没有因为这一次红海啊做现金减资？ 给谈呢？好，我们来研究一下。那股本这个这次会减两成，现金减资两成，就是股本减两成，换股率零点八 percent 的意思，等于说，如果你本来有十张的红海，减完资之后会剩下几张？剩下八张。好，那发这剩这发还两块钱的现金，好，如果说你一张红海就等于会发两千块，那十张红海的投资人，你就可以拿到两万块。 可是这是给他的吗？不是哦，我们来算给你看。那现金减资之前，哈，市值是多少？如果说以今天的收盘价八十九块来做计算，假设明天就减资了，那假设减资之前的股价就是八十九块，那十张等于多少钱？好，你有十张红海，等于这个时候你手上的一个红海的总市值是八十九万。那减资之后呢？好，减资之后，你不要想说两万块是给他的，减资之后的参考价怎么算？ 先用减资之前的收盘价减掉每股退还的金额，再去除以换股率，会去算出来减资之后的参考价。因为八十九块，先扣掉两块钱，再除以换股率，刚才讲是零点八，对不对？那除下来之后，减资之后的参考价会变成多少？一百零八点七五。好，那这时候你对你股东来讲。 好，你手上的股票会价值多少呢？减资之后的总市值 75, 一百零八点七五，一张就是十点八七万。好，那你总共剩下八张嘛，对不对？换股率是这个零点八，8, 这时候呢会剩下多少？八十七万。好，这应该是八张才对。好，所以一张十万八千，好，现在剩下八张，总共你手上的股票价值会变八十七万。换句话说到最后，你的资产是八十七万的股票在手上。 再加上两万块的现金还给你，你总共资产是多少？八十九万。你有没有发现跟减资之前的资产没有任何变化？那换句话说，好，如果股价不涨的话，股东的资产好其实是不会变的。发还现金，股价变高了，但是股票变少了。其实它就透露出来一个隐含概念，所谓的现金减资有点在变相怎样强迫你卖股票了啊、哦？你本来有十张的红海，对不对？ 逼你强迫你卖个两张出来，然后发现金还来给你而已，对不对？有没有这种味道出来？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对整个股东而言，好，除非股价会涨，好，不然实质的一个资产没有改变。而且再来，他也透露出来一点，红海的获利成长率其实已经停滞不前，因为他没有办法，诶，在运用扩充这个营运规模来增加自己这个获利的时候。 它才必须要做减资，让股本变小，让 EPS 看起来可以变高，运用这种财务的一个刚这个方式来美化这个财财财务的一个啊报表，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也透露出来，你可以看这张表就出来，二零一四年 EPS 有八块八，二零一五年达到九点四二，去年掉到这个啊前年掉到八点六，去年剩下八块一，连续两年在下滑了 EPS，对不对？这个部分都透露出来。 那这才是这个地方长线股价会不会涨的一个关键。好，我先提醒大家，当然短期的波动关键还是在哪里，在于外资的态度。那外资好，为什么过去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卖红海，卖个不停啊？当然，一开始一百二十九块、一百二十几块在那里卖，一百一十几块在这里卖。很重要的原因是 iPhone Ten 推出来之后，我们跟大家讲过，哎，外资开始这个地方出报告，然后自己偷卖。 其实也就是看到红海的一个这个代工的 iPhone 获利已经达到顶峰，提前在下车。所以之前股价在一百块以上一直卖，当然是在做获利了结。可是跌到年限之下了还在卖，跌到一百块以下了还在卖。 这就不寻常了，对不对？那几乎过去一年买红海，这时候还在卖，已经没有赚了。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很有可能是红海哎，这个之前要发一个所谓的一个 FII 啊，也是他跑到大陆去设一个这个子公司 FII 嘛，对不对？那 FII 哈，很多外资就想要卖掉红海，转进到 FII 去。那这个态度如果不变的话， 红海未来股价反弹过后，当然还是有可能走低。自从今天股价虽然看起来是涨的，但是开盘开在最高，收盘是收在八十九块，K 线是收了一根黑 K 下来，这要去注意，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红海的部分，当然短线先在这里做反弹，未来还是要继续来做观察，哈，先提醒大家一下。好，那回来继续谈大盘指数的部分。 那指数的部分之前好，从一万一千点附近，我跟他提醒过，大盘准备再度下杀。那跌到四月二十六号，跌到一零四七八的时候，跌到年线，我们说会有一个反弹机会。但是当时我说，看起来反弹幅度会有限。可是这一波反弹，你说哦，力道比预期强诶。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其实，在五月八号那一天。为什么我说在五月八号那一天呢？好，各位投资版来看一下。 这是五月八号那一天写给会员朋友分析日记，大盘那一天指数涨八十六点，重点是成交量来到一千三百一十一亿。那这个量为什么很重要？来，各位投资朋友，分析日记里头写得很清楚。好，昨天我们提到，接下来大盘必须有一千三百亿多方供给量出现，才有机会进一步转强。那今天指数涨八十六点，重点是成交量已经来到多少？一千三百一十一亿。 那为什么这个量会出？我说是一个多方攻击量，因为这个量出来带动了五日均量，连续两天止跌上扬，开始上来了。再加上好外资今天哈、哦、这地方啊这个起止的部分反手买超了六千两百多口，好那指数净多单拉高到三万口，期货加选择权，整个外资那大盘的反弹力道有可能会比先前预期的更为强劲。 所以那一天我都提醒，这里就不急着出手来布局空单，对不对？所以大盘指数的部分，哈，在五月八号，也就是在这一根哈这个地方，这根红棒拉出一千三百亿的量，也让大盘的五日均量连续两天拉升上来之后，现在大盘诶又出现一个比预期强劲的反弹出现，继续的涨，好，所以这个部分你也就会了解为什么那一天好，我一直提醒大家，空军就就不要急着出手，好，不要随便再去空。 好，那当然讲到这里，哈，也让我感受到这几天，哈，在母亲节期间，我们推了一个这个母亲节的感恩大回馈，有很多投资方打电话进来，其中有不少位投资朋友都在说，这一波，哈，他去跟着其他在放空的投顾老师来做放空的动作，结果呢，参加了那一些说很会放空的投顾老师，空了一大堆股票。 好诶，有长得都在电视上表演说他的代表作，结果呢，每一单股票都几乎都空了一堆之后呢，哇，很多股票被嘎上去都没有停损，到现在指数其实大盘的部分一一二七零一一一二零啊，今天指数拉高上来一零九五二，你看、啊、一底比一个高点比一个高点来的低，指数都还没有能够这个正式的突破，甚至这条下降压力线，对不对？ 可是很多股票如果放空了，没有去停损，很多投资友都说跟着那些投顾老师现在受伤惨重了，尤其被动元件的部分，很多人被嘎到了。问我该怎么办呢？那这里各位投资友就会了解我为什么之前再三的提醒大家，你在选择一个投顾老师的时候，当然你不能去找那种只会做多，永远叫你只会买股票，天天买个不停的投顾老师。好，那。 但是也千万不要去找那种死空头的投顾老师，啊，死空的投顾老师，过去这两三年每天都在喊喊快要崩盘了、哦，反正终有一天猜到最高点。重点是他每天都在放空新股票，上电视来吹嘘今天的放空跌了多少，不会去管会员朋友手上被割到断头，对不对？这个地方一直割就不理了，对不对？这地方这个这种投顾老师能帮你赚钱吗？当然不行。 那这时候，如果说投资朋友你参加了这些投顾老师，万一你手上的股票被嘎到怎么办？那我只能提醒大家，从这次经验当中，你就会再三了解为什么我说做股票放空也好，做多也好，最重要的准则，第一个你要去把握赚大赔小、赚多赔少的原则，而且第二个一定要严守纪律，控制风险。 也就是我之前再三跟大家讲，我不能保证我每一档股票都让你赚钱，买的空的都一样。但是我给大家的承诺就是，第一个，空持股绝对不会这样，每天一堆叫你去空，每天一堆叫你去买。会员手上持股就控制在五档左右，每档一到两成，最多满档一打百趴。那稳健操作的原则，第一次出手啊，就先布局一成的基本持股，等确认涨势了再来加码。 或是确认跌势了，再来加空到两成，好，一定是看对了才要趁胜追击，扩大战果。那如果看错呢？我们一定先先预设停损，看错小赔就出，难免，对不对？绝对不会套牢，还一直买一直买，或是一直空一直空，在那边加码摊平。那看对就是要帮你赚大钱回来了。所以这样的操作，你会发现，当看错的时候。 好、哦，我们难免就先收回资金，但是我们看错一开始，比如说先空个一层，好，那不对了，哎、欸，我们就先收回。其实你受到的伤害很小，比如说你资金一百万的投资人来讲好了，按照我们规划，先空个一层基本持股，先空十万，不对？万一看错，好、哦，假假设赔个十趴，这张股价赔了十趴、欸，先收回资金，等于你总共这地方赔了一万块左右。 那一百万的总资金，你赔了一万块，你还有九十九万在手上啊，对不对？你要赚回来，其实都很容易。那赚对了，看对了，就是帮你赚大钱回来嘛。 那带进一定带出，这绝对负责到底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啦。好，所以你就会了解为什么说放空不是随便空。第一个股本太小，量太少，不要空。好，那股本多小算太小？第一个十亿以下的，我说绝对不要去空。为什么？因为那种股票问题有时候不是看对看错，而是看错的时候，你甚至想补都补不掉、啊。 就像汉讯股本多少三亿，对不对？假设说，哎，股价从六十几好涨到一百五了，你看它不爽，跑去空，那就算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发现不对，想补了，哇，这地方好，假设二月二十二号过了前波高点，想补掉，直接锁住涨停。隔天开盘没多久，锁住涨停。隔天开盘没多久，锁住涨停。这边直接跳空一个价，跳空一个价，对不对？这种股票常常是看错的时候，想补都补不掉啊。 所以你就会了解为什么说那种股本十亿以下量太少的股票，千万不要乱空了、啊，对不对？看错想补都补不掉。那第二个，融资余额不够多，券资比也不太高，好就不要空。标涨中的强势股，不要看它不爽就去空。好，那融资人强制回补之前不要空，没有预设停损点，真的没有风险意识的，不要来做空啊，对不对？那。 举这个部分，其实也就是现荣老师在带着会员朋友操作的基本原则。你看到我们之前空国际曾经空过，没有错，我承认我空过国际空在四百块的价位啊。那时候我说有大户在出货，有转弱讯号出来。那后来发现不对，三月十二号，因为融卷强制回补要到了，所以我们四百一十四块啊，小赔好先认赔，对不对？先回补收回资金嘛，对不对？这样。 这个地方才能避开这一段嘎空的风险。那后来你说，哎，强制回补之前，我常常说强制回补前一个月股价就会嘎上去。那等强制回补之后，我也没有再带会员朋友放空，为什么？因为后来发现它的融券余额开始急速飙升上来。好，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整个券字比好突然就拉高上来。 那卷子比这样子突然就拉高上来的股票，好，当然我们就不会建议大家再去做一个这个啊融券放空的动作，因为这很容易就被嘎上来。所以呢，哎，国巨那时候为什么三月十二号我们先补了？ 就是避开这一段的嘎空嘛，对不对？华兴科也是类似状况。华兴科我们其实空过几趟，第一趟一月十号那时候，哎，股价在这个地方啊，一百零八块附近，融卷放空。那等杀下来跌到九十几块，获利回补，弹起来，弹个赚个十几万，对不对？第二趟啊，弹上来好，我们再度的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出现的时候，九十七块半又给它融卷放空一次。 然后隔天就重挫下来，对不对？等到二月九号大盘崩跌，跌到一零一八九那一天，我们又赚了十几万，弹起来两趟赚了二十几万，对不对？那后来最近的一趟，哦，我们四月二十七号有再空一次，融券强制回补结束之后，我这地方有带着会员朋友再空一次，好一百八十八块。可是后来，哎，这是四月三十号，对不对？ 而五月二号过个两天，发现哎、欸、不对，股价拉上来比预期强劲，两百零一块也马上收回资金回补，对不对？避开什么？避开这一段的一个嘎空走势上来。好，看、啊、五月二号在哪里？在这個地方，对不对？不对，马上就赶快补掉，避开这一段的嘎空。那这就是我带会员朋友的操作，好，一直强调。 预设停损，看错小白出，好、哦、绝对不会套牢，还一直买一直空加码摊平。但是我们也看对，就是帮大家赚大钱回来。华新科我们之前空两次，赚了两次也是二十几万赚进来啊。富桥哎，而我们大户出货转落讯号出来，我们带着会员朋友空，对不对？二十三块七，后来跌个两成，是不是马克弹起来啊？ 对不对？然后呢？耀华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出来，也是在高档二十四块七龙卷放空啊，对不对？大跌个三成多左右，还又给它两成多，又把它赚起来啦对不对？创意啊，当时三百三，我说有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出来，龙卷放空啊，跌下来赚个六十几万，个个弹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带着会员朋友操作，坚持一定是看对赚大钱，看错赶快就先补掉。 那接下来又有哪些股票又有可能复制富桥、耀华，或者是这个啊，我们讲的创意的模式，又有机会赚了一个大钱回来？这个部分想要了解的，休息一下。第二阶段还有更重要的个股内容，马上再回来。 弄底家啦！即日起升装运达投顾 App，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及时解盘，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还有产业最新讯息。立刻搜寻运达投顾 App，或电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 极品操盘团队由高老师亲自带领，专业用心重诚信，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最前瞻的产业观点。洽群专线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韵达投顾高老师极品操盘团队入会专线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 限时来电入会，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好，那今天也有投资朋友在问我老师，那现龙老师一直强调放空一定要预设停损的观念，那停损怎么设呢？这个部分也先教大家一下。当然之前我放空都说要找有大户出货、有转弱讯号的一个个股来做龙卷放空。那基本上那个进场点很重要，我都会先去观察一档股价的支撑跟压力在哪里。 比如说放空的时候压力好，如果说在一个这个价位，那我一定是空下去的时候，这个地方距离那个压力不会超过十 percent 好，那这样我才会去空。等如果万一突破压力好，我们赶快补掉。换句话说，赔顶多就赔十趴左右，赚呢就是要赚个大钱回来。我举范例给大家看，像耀华那时候我说有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出来，对不对？当时我们在多少二十四块七附近融券放空。 你看到哎、欸，停损也先帮他设好二十六块半，好，那这是在一月五号的时候的指令。一月五号股价这里有吗？刚刚上影线出现，刚刚在这里一根黑 K 棒下来，那我们这个地方停损设在二十六块半。后来有稍微拉上来，可是最高多少？二十六点四有吗？哎、欸，我宪容老师设的压力真的很巧妙，就是没有过，然后就开始下来了，对不对？那後,后来这张股票，我们如果赔。 二十六块，二十四块七，空军起飞。万一二点到二十六块半呢？好，那可能赔个一块多。可是后来我们赚了，对不对？后来跌到十九块，我们大赚了五块多回来。这就是我说的，万一错赔一点点，万一对了，我们就叫赚大钱。 啊，再举个例子，富桥也是一样啊。那时候我说有大户出货转弱讯号出来，所以呢，所以二十三块七附近空，那停损设在二十五块八，也就是万一错啊，这地方赔个两块钱左右，就是当时的富桥，对不对？最高上影线开高走低，好，然后爆量空头吞噬出来，那个最高叫二十五点七，万一给他过了，我认赔出去。可是对了呢，好、欸，哎，这这万一错了，我赔个两块。 万一对了，后来我们就大赚了多少？赚了十八万啊！等这个地方快弹起来，对不对？这就是我说的，看错小赔出，看对赚大钱回来。创意也是这样子来操作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带着会员朋友操作的原则。当做股票，哈、啊，我一直强调，不可能永远都对，但是重点你一定要有一套策略，一套方法。 这才能在股市当中长长久久的赚到钱，所以接下来的行情，我还是提醒大家，那短线大盘在今天虽然看起来又继续反弹，但是注意到这波反弹过不了前高，反弹又过不了前高，其实这就是一个我说的长期的一个主要空头趋势正在成型之中。那这种长期空头趋势操作难度会很高，你总是在急杀破底才下去空，都会空在低点。 你要懂得趁着反弹来找空点，你更要懂得这地方寻找真正有大户出货、有转弱讯号出现的个股来放空，对不对？就像我们之前空创意一个大量空头吞噬出现，把它空下去，对不对？这样才能够真正赚得到钱。 再来还有发现到一档啊，这原物料股上一季获利说比去年大增四倍，但是发现到过去一个月原物料的报价已经高档回跌了两千多块美金，等低价的库存用完之后，获利又可能急速下滑。重点今天指数大涨，股价却是开高走低，K 线一个大量空头吞噬出来，成交量以及技术指标都有高档背离讯号出现，这样的个股哈、啊，我只提醒大家，当符合现荣老师 SOP 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我们空军才会准备来做出发。如果认同我们操作理念的投资朋友，都欢迎大家啊，跟着我们的一个脚步。待会休息时间会我们的服务电话，指名加入现荣老师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